阿青梦，阿青梦，哎，你在家？你来了。我过来看一下你们。你在干嘛呀？我在缝孩子的裤子。怎么还带了块肉呀？不是，我想吃你做的饭菜了。来，拿着，拿着。想吃我做的饭菜，家里面有腊肉呀。没有，你拿着吧，你拿着。那这个呢？这个是什么？那个是一点点小小礼物。每次上来都给我们带东西，这样子都不好意思的。你不需要买东西的，你说。哎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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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来，进来进来，坐吧进来坐。嗯，好。阿青哥，快进来。哎，好。啊，弟弟，你儿子好高兴。我爱说话。阿青哥，坐吧，你坐着烤火。好的好的。我们这上面有点冷吗？还好啊，不冷不冷。阿青哥，你最近工作是不是挺忙的呀？不忙不忙。那你不忙的时候，能不能经常？经常什么？没有没事。是不是希望我经常过来看一下你？没有。阿强，给你坐着，我去给你做饭。阿琼吗？你做饭的样子真的好美。没有，晚上我做的你吃不惯。我当然吃得惯了，自从吃过你煮的饭过后，我去其他地方吃，感觉好像没放盐一样就。你应该会明白我的爱，虽然我从未向你坦白，多年以来默默对你深切地关怀，为什么你还不能？阿琼吗？哎，我可以问你个问题吗？你问呀。你小妈是什么时候嫁过来的呀？我小妈是在我大概9岁的时候吧，她就到我们家来了。那她之前对你好吗？她没有。哎，阿琼啊，哎，你怎么还戴着这个围巾啊？我给你买的那条是不是不喜欢呀？没有，很喜欢。那你还放在那里？你快点拿过来，我给你戴上吧。啊，我去拿过来。啊，来，我给你戴上吧。啊，没事，我自己戴吧，我自己戴。那我给你拿着这个，我给你拿着吧。谢谢。不客气。哇，真的好漂亮。谢谢你，阿强哥。喜欢吗？很喜欢，戴着很温暖。熟了吗？熟了，好。啊，我闻着都香。
没有饿，没有饿。尝一下，你做的饭菜真的太香了。哇，好香啊，阿什么你做的饭。你赶紧吃呀。好好好，哎，我自己来，我自己来嘛，我自己来。我天天在你家吃饭，你会不会很烦啊？不会啊，怎么会呢？那你的意思就是希望我天天来了。可以呀、啊，你。来这块，这块肉多，来，多吃点。好，谢谢谢谢。多吃点。吃吧吃吧，你赶紧吃吧，饿坏了。嗯，好的。你笑起来真的好看。以后你可以答应我多笑一下吗？可以吗？